跟以前的传统的牛肉面比起来的话，这个会比较更清爽一些。我觉得还挺好的，挺合我的口味的。现在的这个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化了啊，他们也追求这个自己新鲜的东西，我们也是跟着这个年轻的消费群体去设计我们的产品，研发我们的产品。年龄偏大的呢，认为这个东西老祖的东西改完以后可能会给我们的现有的生意带来冲击啊，就不想改变。但是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做企业也好，就是唯一不变的呢，就是天天要改变，要创新。我们这个团队也有凝聚力，我们一起克服困难，我相信明天会更好。你们酸菜面还有金汤鸡丝面已经在上海某些品牌里面已经开始在做了，已经我们相互之间学习，来更多的去分享，把这碗有品质的面延续下去。在这边呢，告诉了大家，旺旺水神维生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温和不刺激，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要跟病毒共存，必须要长期抗战。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 999，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